什么样，叶子什么样，红叶却没不红叶啊，红叶的是黄芦。大哥你可以去那个抖音上搜一下雀梅，我们是卖的雀梅素材啊，盆景素材，盆景七贤之一的雀梅素材。看看看，等一下看啊哥，还没修出来，修出来了看。打电话又我忙了啊，
哥，我没懂啊，哥。他是不是让你修好私信他呀？那咋能是咋是咋呀？那啥呀？没法给他说呢，没法给他。欢迎芝加哥，欢迎王者大哥。欢迎各位大哥啊，各位大哥早上好。